还得是那个永恩跟那个亚索来。瞒着胜利倒数第二了，版本答案。行，全军出击！饮血剑也厉害了，现在加暴击饮血剑。黎密银黎明，解除所有控制，生命值魔法抗性。哦，蛮大哥，先译一下，点一下，再点，再点，再点，直接上来，他死了。你上来没怒气，跟我这么对，那就是找死。不交传送啊！不交传送，我们小控一手，看一下对面什么打野啊？包女儿，包女儿，卡个眼儿吧。啊，包女儿在中路呢。Q 一下，A，E 他走，A，再 A 接 Q，接平 A 拉扯一手，不急啊。3、2、1，拜拜。哟，这为什么会死了？被小兵打死了？不对吧？这不对呀、啊？这怎么死的？我就，24滴血，死了！我铁刺鞭呢？我的鞭呢？这儿呢？这怎么死的呢？这波亏了，这波小亏。这波是小亏，不赚，只能说是。王不惜不知道。死了。这波小赚，亏了吧？这我就不卡了啊，我也卡不住，而且我们卡住这波也没有血了，直接推了就行了。瞒着不出装备，谁知道他为啥不出装备？他可能是不认识装备。你看，这就是不熟悉版本，知道吧？这你就得熟悉版本，你这得知道你第一个装备出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就知道，我得来一手铁刺鞭。我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小妖出门，你看一点不耽误。他刚才摁传送的时候，应该是没买装备，他在想他到底应该买什么。他想来想去，整了个多兰剑。好踢啊，这个踢踢的好，人家嘲讽的，你啪一个踢。直接给踹飞了，好配合呀！抽吉亚马特，来人了！我个人感觉好像是旁边有人。如果旁边没人，敢跟我们这么拼，那就是有病。看来他是有病。
病的还不轻。犯病了，这是。可能是有点上头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点难受了。这咋又不拼了呢？刚才不拼的挺欢的吗？这波直接越塔杀他啊，我们伤害够。铁刺鞭。包女儿不知道来没来呀，这把不太好打下路，为了防止包女儿来，我们直接回家。这可血战斧我也不出了，本来我再吃两层塔皮可血战斧有了，但算了，哎，我决定稳一手，我不给这包女儿任何的机会，今天是一只稳健猴。追不上了，我估计那银马前期 E 技能吸力挺长的。哎呦，可以。嗯，这怎么跑啊？我的铁刺鞭，可血战斧有了。是两层塔皮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其实在这等他，注意细节，往上站，这样他 W 的鸡不会在这个位置亮起来，他就不知道里边有人，知道吧？好，死了，直接出来找他。一百来块，你看这种连着杀都不值钱了都。拆一层吧，再拆一层，我们回家。这波他会叫鸡，但是没用，我们直接回去了。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这把水银鞋。水银鞋，来两把长剑吧。我可以先来一个减治疗的那个东西，先来个死刑宣告，然后破败就没啥用。其实这把出个黑切嘛。那个直接斩杀的那不行，那直接斩杀，你算一算瞒着的血啊，其实5%的血没多少，
你看现在1260滴血，如果你直接斩杀5%的血是多少血能死？可血战斧。可血战斧。哦呦，谁？塞拉斯啊，就一个小小的塞拉斯，对我们又能构成得了多大的威胁？兄弟，可血。没咳出来。有点烦，让他给我掏死。链儿着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要没链儿到还行，链儿着我们了，主要是。哎呀，我这还是水银海呢，这布点海死的更快。决定了，这把就打上路了，让他一层塔皮也别吃着。这种瞒着这种英雄就在上路给他捆住，别让他瞎动。那锤石怎么感觉要死了呢？一副要死的样啊！哎呀，这塞拉斯刚才给他拿到了我们的人头啊。这人开始怂上了，你要不你就一直怂啊，对不对呀？要不你就别怂了，把峡谷打了去。说把黑切看看啊。1400黑切，差200块。先去吃狗屎，看有没有蓝 buff 给我一个也行啊。我操，把我蓝打了。上路有人来吗？我就没明白这塞拉是谁给你的勇气过来找我来的，兄弟，你说谁呢？这是到底？可血战斧，给我杀！开塔可以 ，nice 兄弟，但是你被砸死了。
ACE。 哎，卡莎要比如我们了啊，呀，真的比如到了，啊哈，有意思。但是被别人了，这也没办法，差一点点我们就可以躲到小兵的后边啊。这把出个黑切看看啊，然后我们再来个九头蛇。九头蛇呢，这儿呢，蓝没拿着，蓝 buff 没了。你瞧这银马，每把的银马都这么狠。这也没大呀，上波都开完大了，这波就没有大了。上高地走，我们250点攻击力已经无敌了。又是你们仨，嗯，太棒啊，先走一走，别急，闪现，别着急啊，这波可以打，走位，科学战斧 AQE 平 A 再 A 再 A 一下，小蛮子往哪走？好了，算了。塞拉斯平 A 没伤害，哎呀，回家了。科学战斧，正好我们九头蛇。差点完蛋，秀与不秀就在一念之间，小伙子。哎，现在这魔宗也不是神话装备啊，他们不先出神话装备吗？他们先出这夜印之风，这也不是神话装备啊，你不出点神话装备吗？卡莎这种英雄没有神话装备可以出吗？他掉血吗，老弟？打的还没回的多呢，这。那也不掉血呀。呀，这不行了啊，毙了。走位。一可血战。你不讲武德，你放惩戒。
没听见啊。